每一次张傲月的女舞伴都特别特别的信任她。对，会有一些难度。那么像第一个动作扑下来的时候，就在昨天晚上就从高空中摔在地上，而且很严重。在这我也谢谢我的舞伴段建廷，他也是坚持陪我跳完这支舞。谢谢张傲月，冯双白老师。这段伊甸园啊，从情感的内容上，你是你们两个人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。可能很多人会看到段敬亭，然后会觉得你的动作并不是特别的多。当然呢，我也略略有点不满足。如果能够让亚当能够更充分的有一些肢体上的展现，把你的力量表达得更好，我觉得伊甸园的味道就会更加出色。谢谢冯老师。谢谢冯老师。如果张傲月是亚当的话，阿朵老师如果是夏娃的话，我们觉得人类的基因就非常好了。今天呢，这个舞蹈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的鸡皮疙瘩一震起来。其实我的心情也是一样，为什么？就是太不满足，就是你展现的，就是太多给予女孩子、女舞伴的他的那部分，我太想看更多一点你的舞蹈的部分。谢谢杜老师。方俊老师，我可以不说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等半天了，刚才想说的都忘了。那你再想一想。我们掌声送给方俊老师。好，让他充充电。刚才我那个朱洁静我都没捞到说话的机会，你们导演够狠的，不让我们评委说话，我们跟了三个月连说话机会都给剥夺了哈。所以说这两个舞蹈，演员都是好演员，但两个舞蹈都不纯粹，都有点像技巧舞蹈，这不是纯粹的舞蹈，明白了吗？玩技巧可以，这个女演员控制力多么好，软度多么好，腿掰来掰去的，你也是把你的肌肉把演员烘托得很好，但你们的舞哪儿去了？我没看见舞。我倒是想跟阿朵老师有一点不同的见解。我认为今天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拖起来，然后才保护她的同时，她就体现出她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爱。谢谢。谢谢方老师。如果评委大胆地说出心中想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也愿意来倾听每一位导师的舞蹈。这年头还说好话，还没听够啊，让他们长进啊，让他们进步啊，还吹还跑。既然就说开了，黄豆豆老师，你的技巧也是超凡的。其实从我自己来讲，我觉得没有技术不成艺术，但光有技术也不是艺术。九位导师，你们对张傲月的评分，小春老师9.5分，金星老师9.7分，杨丽萍老师9.8分，方俊老师9.8分，吴春田老师9.8分，黄豆豆老师9.7分，刘岩老师9.6分，冯双白老师9.5分，阿多老师9.7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9.5分，去掉一个最高分9.8分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张傲月最后的得分，平均分是9.69分，张傲月目前排名第二，祝福你，加油。